好的。月，你给我醒过来！我叫你别疼。越欢乐越好。最短的时间内，把他自身先天的那些优势的释放。舒舒服服坐在这儿，把腿翘起来。方向盘在你手，你要开得非常高兴。看我这驾驶技术。弟弟，什么叫乐？你知道吗？乐很多情况下就是真实的出现。喜剧一定是有装傻的，因为我们把聪明交给观众，我们容易被一些错误的、不好的戏带走。记住了，舞台上说的所有台词，是你生活中要说的。演一个角色，演一个戏，你跟生活是一样的。你的脸被挡住了，一定要动作非常大。凡是改变你行为逻辑的那个点，一定要判断清楚。不是说男人硬汉就得是摧毁更难，是跟这个世界讲和，绝不是杀伤。内心的坚强有无数种表现方式。人类啊，对不起了，人是有灵魂的，我们内心还是有理性的。你死了一走了之，你想过我吗？原来我们出现矛盾的时候，谁可能都没错，只是我们替对方少想了一点。我们耍是为了这一下，一下就行。人类在死亡面前展现自己的天性，夺走了我的灵魂。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，你还要让我走？任何一个练习里面，我们都有那几句真心真意想跟观众说的话。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他短时间内能达到一个什么高度，而是你对待表演艺术，你的态度是什么。这世界很酷。